州柏豪呢日就嚟到 TVB 出席劲歌金曲优秀选。柏豪嘅太太最近就俾人影到着住松身衫上车嘅时候，仲要柏豪扶住，疑似有喜。绝对是因为他的穿衣风格的影响的，因为两年前大家都拍到他，都又是说他有新人，跟着他都是穿好像穿松身衫，所以有这个style 的错觉。还有我车太高呢，都扶他一件很合理，还有照顾另一半是一件很合理的事的，就多谢大家关心啦。我有开心的事我会跟大家分享的，放心，多谢。那现在跟太太又是不是努力做人中呢？我很努力的了。